连续冷了两三天了，孩子依旧穿着长袖，有点冷，刚刚撒了一网在岸上撒的，一条鱼没打到。还是我们开着小船保险一点。我们这条沟啊是条小沟渠啊，我们现在把这个船呢、开到了最头上，在那个顶头打一网看看，网呢不是很大啊，所以说打出去啊那必须要打好才能打到鱼，网一定要给它剪顺，哎，剪顺的你撒出去它还是啪，哎，那种感觉啊。今天我们的目标鱼是看能不能打点翘嘴，这翘嘴煎了以后啊特别香，哎，还一个目标鱼是胖头，哎，胖头鱼一斤半到两斤半这种一顿吃完的这种胖头煲汤特别好。到这个前面这个芦苇荡往前面走一点点，我们就开始啊，先把网线剪好，撒网不能慌啊，要慢慢的来。OK， 兄弟们，我们开始走了啊，往前面走啊，嗯，来嘞。期待我们今天理想的目标鱼，也期待这一网能够打到大的啊，比方说螺丝青啊、草鱼啊、桂鱼啊这些的啊。把这个芦苇荡我们一走过就开始啊，天气热的时候可以看到鱼在水面上翻花，那要好打一点，天气冷就没办法，那必须要看运气了啊。哎，就在前面这个芦苇荡啊，来，过来，啊，走，好，差不多了啊，往前面走一点点，前面，往前面走一点啊，慢慢点啊，别把鱼吓跑了啊，好，别把鱼吓跑了，慢点，兄弟们要轻手轻脚啊，轻手轻脚的。哎呀我去，有鱼啊，好，就在这里，我慢点拉，慢点拉，慢慢的拉，来看着网看看啊，搞个树叶把这脚踩住，把船给稳住先，看着啊，来，哎呀有货，哎呀我天，来了啊，哎呀我天，哎呀，兄弟们，芦苇荡好长时间没打了，一起来期待这一网啊，哇塞，哎呀我天，哇，不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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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不得了不得了啊，来了啊，哇，翘嘴，理想中的鱼来了，兄弟们，这是理想中的鱼啊，开网的。哎呀，我往洗一下啊，这边的这个水质特别好，它是泥沙，就是泥土和沙的结合，鱼啊特别肥美啊，哎呦我天，还、可以，不错啊，是吧，这个的话留着小煎，现在天气冷了，放点萝卜丝啊，放点咸菜啊，放点豆腐啊，煎很好啊，翘嘴有点不够